在布鲁斯之后，我们要来欢迎的是宋云桦，欢迎。宋云桦之后，请侯彦希上场。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赖雅妍小姐，欢迎。好，目前连背影都可以被尖叫。接下来欢迎柯震东，欢迎。接续我们要欢迎的是陈佩琪小姐，欢迎佩琪。接下来要欢迎的是蔡昌宪，欢迎高俊雅，欢迎，欢迎林静伦。群星睿智今天十全十美，我们今天有十位艺人到场。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群星睿智大家长柴智屏小姐，欢迎，掌声鼓励。好，非常的开心，群星睿智在每一年的岁末年终都会用这样子大家一起出现的方式来跟你们今天来见见面。当然柴姐也要为大家送上在新的一年当中你们得到的第一个祝福，今天是立春，从今天开始新的一年就来了。我们现在热情掌声欢迎柴智屏小姐先跟我们大家来说说话，欢迎柴姐。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们，今天是群星睿智所有的艺人在这里祝福大家新春愉快，猴年大发。那因为今天是立春，人家说立春的第一天呢就是要和和气气的，然后凡事情都要很开心，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献上我们公司全体的艺人的最诚挚的祝福给所有的朋友们，预祝大家今年一整年和气生财，并且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柴姐，相信大家在柴姐祝福之下，新的一年工作能够更愉快。